前面来参加我们2020第一天的元旦升旗典礼。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这几年来这一整年来对我们苏澳镇公所全力协助关心的所有对咱所家所为，包括社团包括各界社团，那我们社区发展协会，还有我们的里长、我们的代表会，还有咱所所有的镇民。那苏澳镇公所这一次来举办这个2020爱你爱你叔叔生风的升旗典礼，主要是咱希望在第一天，在今年的第一天，我们可以把我们苏澳的大家的向心力，我们在苏澳镇公所前，我们来展示，就是希望未来咱的所有大家拢会当心连心、手牵手，来为我们苏澳更好的远景、更好的美景，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我们这次的活动也获得非常多的各个单位的协助，包括有我们苏澳镇内的许多的企业，我们的信大、东碱、幸福水泥、台泥，还有台化，还有我们的港务公司，还有我们荣安荣安在礼仪公司，非常多的，还有很多的团体来协助，包括福人社，包括狮子会包括董翠会包括青雄会。我想这些都代表大家对我们苏澳都有一份非常深的感情。那今天直接有一件事我当然要特别提的了因为我们苏澳有一个中正海军基地那里面有苏澳后勤支援指挥部，有我们的168舰队，我们苏澳每每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们这两个非常主要的做主要驻扎在我们苏澳的海军基地，这些弟兄总是会马上就出来协助我们。